吧，就是膜样出血。我们首先是月经的来潮，是因为月子宫内膜脱落，均匀的脱落导致月经。它就是有血块，就是大的子宫内膜脱落。其实中医其实大致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气滞血瘀，一个是寒凝气滞。气滞血瘀呢，就是气行的过程中就瘀滞，导致这气行血行，就是血随气行的。气滞以后，血也凝滞在那个子宫内膜上边，所以它脱落的时候，它就是一大块一大块的，也是气滞血瘀。一个是寒凝气滞，寒凝气滞就是说我们很熟悉，我们冬天快冷的时候，水都结成冰，是吧？刚开始是一块一块的冰，那个就跟那个一样。凉的时候，我们的血也是这样。就是结成一块一块的脱落，就寒凝气滞。